哎呀，为什么把这旁边的也修哈？哎呦嘛！嗯。那个不，别人不看这门也生气，你厉害吗？等高等正，等正，等正。这牛皮菜，牛他们东北人总是用得来的，这个在边上。牛皮菜明年可以养猪。吃牛皮菜，我们专门养猪哦。在大口了，要么就吃嘛，要么就没吃嘛。阿姨，嗯，牛皮菜从这里喂野猪入法啦。啊。牛皮菜从这儿啦。嗯。喂野猪入法。喂野猪入法。嗯。你猪吃。啊，猪吃野猪一样的吗？你这猪野猪到这儿吃什么来？你吃的野猪。种的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偏儿。冬天，野猪不来的。阿姨，嗯，你们这边有牛皮菜吗？我们这块有，以前还没有种，在这没有人种，还没不吃的，都没人种。到女儿上我看没有人种，以前我们河到我们高头，我们河在有人种。嗯。养只崽子，天后又倒粪，这也不是什么苗。一只树养只，这一包，这个好的地方。天天都打的崽子，洗洗儿就难要的了，摘一点就是。还剩好多？啊，对，我也过十多个。啊。过十五个，再用。这个有几皮都有一餐，再用也好，三四皮子都有一餐。啊，这个主要是吃叶子哦。嗯，叶子变盘盘嘛，和青菜的嘛就。妈人来孵，好看好看吃菜哦。哦哦，来孵啊！他啃起白菜杆子。你也想吃喽？人好看吃很。嗯。我妈经常给他扯那个杆子给喂他吃。是习惯的哦。哦。在这儿坐了一动不动。你反正正经。豆豆。豆豆。好，完整任务。那背上球了，他把那叶儿都戳，都戳球起的，什么个叶儿没长起来哟？哎，背是球的，菜碗点儿戳起的。啊，那么搞嘞？他吃嘛就吃了，那么搞。这儿，走。哇，一步步往那菜园去，哇，一坨都烂泥的，死吃吃园去。把都吃哦，他看的。哎，山上的这些啥子呀？好些鸭都卷的紧，把都搞起，卷的紧就把你掀够了。嗯。一五六斤我都不行，卷好紧。有了，起又走了。好的先吃，差的后吃。是的，要不然到后面都是吃的差的。我也带了，不好吃了。这边打算是最后面种的哦。嗯，它也有这么大个地方了哦。嗯。把这个花年都要起圆起来，然后晒点走西瓜了。这朵白菜好漂亮，像花一样。这棵白菜也开得好茂盛。今天试下香肠看好吃不？要把麻辣的和原味的一样高一级。阿别。阿别上的哦。哪里好吃？阿别不是有些麻辣的。先试一种口味。一种口味啊？嗯。
我跟一样来劲。而且他们死大了胃口小。啊，你吃啊吃酒啊，我们吃再走吃啊走，你没死大口哎。搞哪个？哎，够麻的。你往眼呢？眼有点眼呢。你摸着我是你把火放的。差不多。你要气他了不是？叫他种好气气，先死了走。我走马车不去。我走马车好去，不走马车。啊。走马车也可以。走马车，走马车，长久长久过了好吃。我妈说煮一下好吃，现在就煮一下啊。都说好吃，哎呀，这么长一节。你吃得完吗？吃得完。第一餐一定要吃过瘾。然后看好不好吃啊。好，煮到这儿，煮二十分钟。要没有？要没？小狗没？要够够了，得不够啊？怎么倒不够？够就够。那加点给你。那油菜红子。好，糟粕菜，我们也是我们湘西山里面的名菜啊。哦，一包开你要到啊，但你要酸水的给它就酸的，大酸水我也不倒丢，我看它酸不酸。我一搞老好把它搞搞不酸。他跟他的挖头杨梅树给他摘到那里，你妈给我上去摘挖去的。杨梅树多好呢，我看。摘到那里，那电器嘛，那一死的。一开始以为死，他都往兜里还是发芽的。哎，我们这地方种杨梅不好吃，我买这个杨梅只有酸，他没有其他味儿。我买这个，我这个杨梅干，我看它酸甜。糟粕菜其实就是酸菜哦。水酸菜，不是用水泡。水酸菜。水酸菜。水酸菜。这是那个油菜袋哦。嗯。今天是这一年正搞的王家庄，那啥子伯伯好像催促。我双筷子，你来搞搞锻炼。他锻炼，嘿，他快好锻炼。我们一个人混进去算了。嗯。我混进去算了。惯着我吧。耶，他硬就要硬咋嘞？一个人十多，还玩糊糊口的。说话说没有。你管他说没说，反正声音我听不见。好寒啊。寒。柯启明，先干啥子？表达你的意见。我干了没看见好钱。好寒啊。香不香啊？就是。有点寒，都干寒子。嗯呐，那可以，我来喂点可以。哦，好麻可哦。麻子种的最好吃。我跟他现在就搞点可以。可以，可以。你喂够多吃的？嗯。啊，来。我等下再吃吧。啊，你们烘干很。你烘干不吃完了吗？我干吃它吧。嗯。好吃。可能配料有点下重了，好红啊！反正结实就要结实，你看它香肠啊，有啊。有的香肠灌不好，它一切就散了。是炸开的，嗯。香肠越灌的紧就越好，灌的松就越散，裹了更散。我就感觉这个辣汁不要放的，不太辣汁有点，好辣，哼！我买了很多的香肠。辣椒，看起来好看啊，这个。颜色好看，就是那稍微颜色重一点的，吃了一口也是爽，可以啊，可以。糟粕菜。我喜欢把放上一些，我放的汤都是油汤。他白菜打在这儿的，做清汤虾。好几年了，我都天天叫你吃，还是小杨叫我老给叫我老好吃。你还是吃第一波了。小杨没小杨没办了，哎姐，硬的我咋天天叫你煮做半锅子汤，白菜汤煮了都比你们炒的好吃些。啊，你早晨把你的汤都做你吃的，啊，剩下米片都做好给吃的，他不好吃。大哥，我来放的啊。香肠炒糟粕菜，这儿放一个竹片稀释呢。那对。
东北做的。啥看？哎，西边是牛粪证明的。要是东北做的话，是不是有根头发？什么意思啊？还是白头发？白头发，我两根头发，怎么我刚是东北的嘛？好了，你要是个白头发，你看了？我没白头发，白头发。他刚刚怎么长发？就刚刚是东北。白天刚光刚有头发，昨儿一直东北做的，哎呦喂！还是没有白头发，还是个白头发。搞啥嘛？你还搞了？够相同的。可以，兄弟，可以好吃。香倒是呀，香就是淡点盐。盐搞多了呀。不是辣很。会呀。吃不到多吃点。嗯。对。吃到点少吃点。这边阿姨把菜煮酸了。嗯。酸菜。搞一个月了，不酸。啊，不止一个月耶。嗯昨天嘛，炖好了，炖八了，还是肉，还是肉酸。做把菜一般，过星期酸，做一个月就酸。哇，倒那么多醋。还要熏几天的，好嘞。你炖不起的吗？炖哪个？昨天起腊肉，今天起腊肠。不用了，挂了，给他。哎呀，你炖的苦哎。也对不起那姑嘛，这铺的远了。我看好吃没好吃，我还在加点儿，不然它不够的，不够红的。那还有个原味的，明天要不要吃？是。你是买来的没原味的吃？晓得。香肠。嗯。管你好的香肠比腊肉方便些，还需要就去吃的，那腊肉搞了也难洗。煮饭啊，蒸什么鸡啊，和猪肉炒饭，就是看见腊肉根本就没力气。你去哪吃啊？到一餐吃。腊肉没吃香肠。香肠。就是腊肉没吃，当然是蒸腊肉，他们没有吃那个。香肠。他们煮腊肉我还有。昨天我今天做饭了，我看好吃，看见家没倒嘞。今天的五十块钱的肉和今天的光五十块钱的东西，你比较是明显的。今天二十五，今天就十几块啊。今天是十。你看涨多少？怎么我做饭？咋搞？涨过没？有。哎，冬天嘛还生皮的。你想想，可能可以。你口味还是有点重。要搞饭，饭呢就是凉拌的。